你从哪来的呀？张家口。张家口，特意来的吗？差不多了，特意。我现在不是身体不行吗？生病完我就这么一扎就行，就没心思打理。最近身体还可以的。我想听听你的想法。我的想法没点好点可点。但是好点是不是就得染呀锯呀什么那些不一定。你看吧，我就交给你了，好了我就一穿边老就来你这儿了。这范小姐呢，个性一点，人能接受了吗？我什么都能接受，只要我漂亮年轻就行。都行是吧？我也挺爱美的，可是最近这几年是没有状态，你就是，对吧？然后呢？最近这几年就咱们通过发型啊，提提气。说实话啊，这个白发呢，不一定说是多减龄，但是它会显得有点仙气儿，你知道吧？和别人不一样。这就现在70岁、80岁不行。说你啊，我自己说也是老。我呀，先给你设计发型。剪完这发型之后，咱们说染再染，不染咱就不染了。我尽量不染，因为我身体不好。可是你说你不染，就比如说你不染，这个发型就显示不出来，提不起洋灿什么的。哎呀，我没办法，我也为美就染，可是我不想染，因为我身体不好。对吧？对，身体最重要，是不是？交给你了，你说了算。行啊，它跟你的着装还是你的状态有很大的关系。你状态不好，着装你穿的不是那么五颜六色的话，你剪完这发型它也不好，真的，它也说显不了不年轻。所以说我能帮你的就是把发型剪得洋气一点，你回家把衣服换一换就行了，行吗？是。说实话，你说60多岁真不像，不怪你自个儿说，别人说你像70、80的，对吧？没有状态。希望说今天通过这发型，咱们就达到共同的目的。行，别从张家口白来，行吗？就是，我就是在刷的，我就想来想来。来就来吧，您相信我吗？我相信你啊，那么多人都漂洋过海都相信你，我为什么不相信你啊？那咱们就见证奇迹，好不好？行，好嘞。怎么让我把你变成一个小仙女？剪了？剪了。哎呀，剪下去就没了，知道吗？心疼吗？有啥心疼的？相信奇迹吗？相信。剪了。剪了。没了，那个，你都记着，爱笑的人运气总也不会差，对不对？爱笑，我也爱说。你看我说，昨天说，心疼吗你？在长呀，是一个大事。2年之后又是条好汉，对不对？咱们等待奇迹发生啊！好了，我们先洗头。讲完了可特别精神啊。这回谁看着你让他不像70、80的啊，那有点精神，再几年就真就没有一个一点什么活力啊。这回长完了有活力了。我们好好出去玩去，游山晃去。游山玩水去啊。我跟你说，到岁数了都应该想开了，对吧？多大年龄别气馁。九二是身体不行。我跟你说，你在你们老头眼里边还是个仙女呢，是吧？人家对我挺好的。我是气男的，你疯了。最美夕阳红。活了这么一辈子了，有啥感触啊？累，年轻时候。拼命的挣钱也没挣上挺累。到现在吧，身体不中也是累。对不对？对。这一辈子就是个累。其实有啥不如有个好身体，对吧？上班累，但是身体好。这个国家让你退休了，这身体不够了。我带来了养呗，啥整呀？
都有老的时候，是吧？从自我心态调整吧。对，从发型开始。发型心态，希望这发型给你带来一个好的开始，对吧？操装满口袋，我记得发型剪完了，回头精神喽。嗯，发型，嗯，精神。好大理的，就是闹闹闹特混扎的。嗯，孩子知道你剪头来不？知道。就是我明天早晨吃饭我要剪头。嗯，咱门口那边挺多的。嗯，我还有卡的，你不用花钱。嗯，不行，我说得花得花钱去。你还挺臭美。我还你开上车送我吧，我不送，他也不送，我让我自己坐空间，坐空间才一块，我就不愿意。都挺忙的。嗯，他。休息上一天还不嗯，我逗他，我让你送去，问我认不，我不认得，我确实不认得。嗯，这就是世界那么多话的，自己的事儿自个办。你再点手艺挺好的，你，嗯，你挺年轻的，我觉得你也不年轻了，他快四十的人了，不年轻了。老师，我再有20年了，跟你一般大了，是吧？比我年轻了，肯定比你年轻。我还小呢。嗯。嗯，那人家头发全白了。全白了，嗯。真是，可快的，说白就白。嗯，跟年龄的关系，有点白发也未尝不是件好事，未尝不是件坏事，对吧？嗯，这么到岁数，嗯，昨天我把你的那个视频发到那个朋友圈了，嗯，他们都给我点赞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说我就想找这个小伙的意思。啊，他给我点赞，问我啥意思？我说我发朋友圈是，嗯，就是想找我剪剪头。嗯，小短小伙。你看，嗯，这发型就是剪短了以后和长的完全两个人，是吧？你年轻的时候肯定是个大美女，我告诉你。不丑，不丑吧？我感觉还行，因为有肉。有，嗯，肉。嗯。这个人是没肉，脸大有肉，嗯，现在你也没啥褶儿，回家的话他们都羡慕你啊。认识他不？给他点点赞。你看看都坏，一会儿把那个小颜色啊染得深一点，显得头发更厚重一些，对吧？更年轻。就是谁比不了你啊，不能，也是大老远的，嗯，从冷地方来你们热地方，不能啊，白来呀，这是。对，我就是有这意思才过来的，留下点回忆。过年的话是没带来的，哦，嗯，过年太冷，嗯，没带来他们，嗯，他们也没回去，有事他们没回去，我说过完年要带一个，在过年前我在家里没脚，嗯，我说来这儿。都给我留着呢，嗯，给你丢的呢，真不白来吧？嗯，给你丢了，啊，再看看他们，嗯，是，尤其这几天又刷的视频没完没了的，可能你每天，嗯，又一刷就刷到你，一刷就，我说冲这个，我说我也得去找他，还是咱俩有缘，是不是？嗯。我带来了这次我剪剪是不是心里面特别开心，就是不用我每天去割肉，开心不开心？开心，见到小伙子开心了。因为小伙子可爱说的，我也可爱，嗯，爱说爱笑，有咱有缘吧，嗯，汤山绝对能给你留下回忆，知道不？行，我9月份再来，哎，再来，找理由了呗，说呗。剪头发吧，他要满意的吧，他就肯定用一这个，不能说是今天用这个，明天用那个。嗯，
每个我们像是恋人，后来在战后方就像战争后就再也没有回来，直到收不到钱都不是钱。看啥呢？是不是？干啥的？你来，我绝对不让你白来，我告诉你。大老远的跑过来，这就叫技术。对，三，我们叫三下五除二就讲好了。必须拿技术征服你，好不？让你再次来，下次还得来。肯定上瘾，我真的让谁讲好把他满意，他就老。你满意不？满意啊，满意，满意啊，嗯、满意。我没吹牛吧？是不是？就是，我又没白不拉手机。嗯，小头真年轻啊，有模特的风采了啊！回家千万要把衣服换换啊！这就是。刚才是免费的保姆刚做完饭跑过来嘛、嗯、是免费保姆。还是深了好吗？咱们自然睡干啊。这不白发都外头了吗？啊啊！知道这色儿哪儿不？这叫棕黑色儿。啊，棕黑啊。哎，是不是变四十岁了？你说发型多重要啊，是吧？满意不？感觉着？满意啊，满意，是不是很真实？就是、对吧？来前七八十岁，现在四五十岁，挺好。满意吗？满意。哎，点个赞，真棒。哎，挺好。来转过来，我看看，四十五了啊，点个赞。啊，哎，特别好。